行出嚟何君堯为大家服务，是为众服务，我不看你的标签，我不看你的政治理念，只要是好的，凡是对香港好有益的事，我何君堯必须要去做。但是如果跟香港作对的事，我一定跟你势不两立。今天我最重要出来就有三个原因。第一是多谢各位的关心，第二我是一定告诉大家，何君堯依然是屹立不倒，为众服务。而第三样嘢呢，我哋必须要携手合作，我哋无论点都好，大家要守望相助，背靠背，肩定肩，要将呢一个咁嘅香港嘅乱局呢嚟去纠正。我会义无反顾咁样